妈妈是上温暖坚强的外壳。新港乡长参选人黄永清，甲服务团队特别前往新港菜市啊来发送康乃馨，透过鲜花来向伟大父亲表达祝福甲感谢之意。妈妈是出来上温柔、上坚强的靠山。新港乡长参选人吴永清甲服务团队特别准备康乃馨，前往新港市场向伟大母亲表达敬意。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是母亲节，今天提前一天在市场来祝福春花康乃馨，祝福所有的天下母亲佳节快乐。好幸福啊！亲手将一蕊搁一蕊的康乃馨甲祝福交予每一位母亲的手头。新港乡长参选人吴永清表示，有妈妈的囡仔亲像宝，也呼吁今日时势爱爱及时。伫外地拍拼读册囡仔，三不五时就敲一通啊电话，甲妈妈开讲一下，爱勇敢表达对母亲的爱意。大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采访报道。